今天我还蛮叛逆的，因为我要么就是唱别人的歌，要么就是不唱自己的主打歌，前三波的都不唱。对，就是这么叛逆，因为觉得大家常常听，所以就比较想要换一些口味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时间过得有点快，现在几点啊？这么早？你们有急着要走吗？但是我本人也只剩下一首歌啊，我在那边好像一副自己很厉害干嘛？没歌了，真的只剩一首，所以啊，谢谢今天买票来这边的大家，然后谢谢都市女神邀请我，谢谢所有的台前幕后工作人员，谢谢跟我站在台上的乐手们。明天还有一场，而且我觉得我明天会非常的放松，所以台中的朋友有点 lucky。 但其实今天我也是到大概第最后一首才放松，放松到我台湾国语啊，反正就是对，就这样。好，你们真的辛苦了，谢谢你们为了听我唱歌然后辛苦的抢票，辛苦的排队，辛苦的人挤人，希望耳朵都可以享受到，好不好？好，那真的是最后一首歌，而且我今天都没有把麦克风交给你们，待会那首歌会把麦克风交给你们，因为它是非常难得的这19首歌里面的唯一前三波主打的歌，其实我们值得幸福。